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嘛。啊，做戏就像做人一样，做人是为了人缘，做戏是为了票房，是不是？啊，我最想做的就是跟大家有缘的戏，啊，这是我的理想。就是你第一出喜剧作品，对。你以前的作品啊，好像都是一些比较抽象的后现代主义，为什么要改变风格呢？我没有改变风格啊，艺术家的责任是在于反映现状。啊，如果你觉得现在台北的现状是你看不懂的后现代喜剧的话，那是你的看法。那么请问这次为什么想做喜剧呢？我只是想做个乐观的人啊。哎，现在大家生活这么开心，干嘛要浇冷水？这是你为了票房而迎合大众口味的意思喽？这是为了答谢那些支持我的人嘛。说实在，你们猜猜看啊，如果我现在不搞戏剧的话，你们说我会搞什么？啊，猜不出来了吧？做政治家，哎，我最赞成就是民主政治。现在是民主社会，票房就是最民主，买票就是投票，哎，而且啊，我的理想是大同世界，世界大同。什么是大同？大同就是大家都相同嘛。啊，如果大家的口味都相同的话，那么戏票是不是就比较好卖了呢？啊，国会也就不会每天那边吵吵闹闹，是不是？所以啊，不只要台湾大同，最好是世界大同啊。怎么，这一些话有没有让你们想起某一个伟人啊？啊，最近听说你的成名作是抄袭自己本畅销小说是吧？哎，对对对，你怎么从来都不正面答复这个问题呢？哎，你要解释一下，解释一下。看你简直像一出悲剧，你这个样怎么搞你的喜剧呢？玛丽呀，玛丽，跟你讲说你不懂就是不懂嘛。今天我来找你帮忙的是，只是几百件让我心情不好的事情里面的一件啦。就像你自己现在，好搞这些文化公司，好又要搞出版，又要搞唱片，又要做广告，又要拍连续剧，还要帮人家那么多关系企业做公关。哎，你怎么会只为了一件事情烦恼嘛？哎呦，是小芬。嘿，大人物今天怎么会有空过来我们这儿啊？哎，听说你的新喜剧马上就要出国做首演啦，怎么我们是不是有荣幸赞助一下？不是啦，还是为了你老公以前那本畅销小说的授权书的事啊。哎，今天记者也在问了耶。那你就是承认是抄他的喽？哎，什么抄不抄啊？以前谁管什么什么什么唱什么什么什么智慧不智慧的？哎，智慧财产权是吗？对，放心啦，大家自己人物不会讲出去的。哎呀，人红嘛，总会有人嫉妒嘛。怎么，是不是做人太骄傲啦，还是树敌太多啊？我担心，妈，你跟我讲说你老公很难搞了，我是怕一不小心他到法院告我什么的，我不就念了？怎么会呢？哎，玛丽啊，像这种事情就跟姐夫讲就好了嘛。我叫琪琪去办啊。哎呀，你怎么又多让一个人知道了？哎，我的事琪琪什么不知道啊？这种事情你应该亲自去找你姐夫的。姐啊，你老公那个，他不跟我讲话了啦。怎么会呢？就是为了出啊，帮他出这本书咯。前面几本帮他出的书都没有人买，我说这本更难买，连我都看不懂，他就跟我发脸了。读者的困惑。这么严肃，他改变风格了。以前他不是专门写些浪漫言情小说的吗？有多少大学小女生被他迷死？七七啊，我姐夫的事情办好了没有？小波在催他授权书。我这几天太忙了，我交给小凤去办了。你交给小凤干嘛？这是很急的事，小凤是个身手呀。放心，我现在有时间了，我马上去办啊。姐夫自己一个人搬到外面去住啦。对啊，难怪我找不到他的人，就是因为姐夫跟姐姐两个分居，才不能让太多人知道啊。我这几天忙着发薪水，安抚那些被裁员的人。我看小凤坐在办公室没别的事做，所以我就让他出去找找看，跑跑腿。哎，玛丽，为什么我两个助理都被裁掉？小戴，小戴，你有意见吗？没有助理我怎么工作啊？我们有新的安排。啊，我是资深 copywriter 哎，资深 copywriter， 我一个人怎么做？没有助理我怎么做创意？哈，有创意就是一个人也可以做，一个人也可以做。你们这些外行，都要先跟我打声招呼吧，是不是？怎么公司变成这个样子？哎，小波嘞？走了，这个神经病！你跟小波在搞什么鬼啊？你知不知道小波跟你是这个礼拜外面最热门的话题啊？我跟小波能搞什么？我跟他同学这么多年都没人讲过话，哎，我才跟他去 Friday 吃过几次饭，他们就有闲话讲了。Shit，
还不是你要我最近多些拉拢拉拢他。我是担心阿 King 听到了会怎样，还好现在你们只是订了婚，以后你跟阿 King 结了婚，看你怎么办。他进去大陆了啦，这种热门谣言等他回来的时候就已经不流行了。反正你是不是常背着阿 King 自己在外面偷交男朋友啊？什么男朋友不男朋友的，干我们这行能不在外面应酬啊？我们这一行，你看你穿这个什么样子啊，像干这一行的吗？你跟小贝儿学的是啊？怪不得公司给你搞那么乱七八糟，我看你不要做算了，你不做还省得我一个人天天盯着你嘞。Who cares？ 不做就不做嘛，我又不靠这个工作过活，是吗？我就说你不是这一块料，我跟你讲过多少遍了，姐夫跟我亲亲，不要到处跟人家讲。你看你又跟琪琪讲，是又跟小贝儿讲，你有点城府吗？你看你每天心情都写在脸上那个笨样子，人家一眼就看出来你在想什么。你看看人家琪琪，不管高兴不高兴，每天挤在一堆酒窝，搞得人见人爱似的。这种人最危险，万一他哪天跳槽不干了，我们家是不会到处去乱讲。你还是冷静考虑一下，不要就这么不干了嘛。大家在一起工作那么久，总有些感情啊。琪琪，你不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谈感情是一件越来越危险的事吗？感情已经是种廉价的借口，装得比真的还像，你不觉得吗？换句话说，像你这样的天真、活泼、可爱、温柔、文雅，都装得出来的。你想想看吧。哎，琪琪。哎 ，Larry。早啊。这么早就来了。一大早就能看到你，真是让人觉得舒服。一听经常有人说你斯文、大方、端庄。小凤，别忘了你下午和玛丽两点有个会要开，在大会议室。玛丽姐夫去找你，啊，那个人好怪哦，我刚从他那边过来。那小贝的授权书他同意了吗？他说不干他的事啊，然后他跑红书来。真不好意思，这件事情我自己来处理好了。你不是说他是什么畅销小说作家，女性的偶像，他比较像钟楼怪人。真的，我也没有见过他。他电话几号？他没有电话哎。哦，那地址呢？不了不了，我没事经过这里，随便上来看看吧。改天啊。好，这么奇怪的地址，我应该可以找到的。谢谢。哎，二姨妈。你这个发型是什么时候改的？就是拍那个广告啊，他们把我剪成这个样子。哦，还不错，还不错。哎，急事急事，你赶快打电话给小明，叫他今天晚上我们一块吃饭，跟他爸爸啊。什么事？小梅呀，我帮你找到个事儿。今天中午我请您吃饭，我们好好聊一聊。公务座，琪琪呀。听到你的声音，一天都开心啊！我丽人呢、啊？哦，你等一下，喂，小明，孙先生，那我们中午哈、哦，中午没空，你不要缠着我，我在办公。喂，我王小明，我在忙哎，什么事情吗？我不要去了，你不要每次跟二姨妈。什么样的新工作？你等一下。先生，什么事？打包的工程预期25天，我做监工的已经帮他考虑了。我用天气恶劣不宜施工的理由把他扣了，剩下7天，还要我怎么样？7天，一天罚金是80万，要罚560万。哎，他现在缠着我求我，就是要我把这个7天也算成天气不好，他可以不必罚钱，就这么回事。我是看他蛮可怜的嘛。破产当然可怜，可怜有个屁用。原来是。不过他干嘛抓着你讲这些、啊？他大概迟早在办公室只有跟你比较有交情吧。神爱是，我也是。上面有我的电话，晚上打电话给我。阿美，我跟小贝，天哪，他们连我跟小贝都可以讲成婚外情。我跟你讲，这雷亚听到了就要打。那你姐还真的相信啊？他那些女人圈里就这么小，每天就在东区这条街晃啊，削皮取头的。我跟你讲，其实他们每天东讲西讲的闲话，就他们最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真的哦。哎，晚上干嘛？一起吃饭吗？不行，小明他老爸今天要请我们吃饭。我昨天晚上找你就找不到你，今天有事。不是跟你讲过了吗？大哥大没电呢。是啊，你要想让我找到你，大哥大就不会没电了、啊。每天就想着跟小明在一起。这样摔了他一次以后，就一直有毛病。
干脆换一个算了。我看你干脆换个男朋友。你可以想象这对金童玉女的样子啊，就像以前我老姐跟姐夫一样。结果你看上去连分的居都不敢让人家知道的可笑。你姐夫会跟小明很像吗？我看差不多。我老姐帮他算命说他命带桃花，胎生怕死，一定是听了算命的跟他说他最近会出车祸，所以才一个人躲起来，让人家找不到。还好小明说错了，没有什么小女生会崇拜他。呵呵，可是很多男生崇拜你呀、啊。哎，怎么样？办公室有没有崇拜你啊？不会吧？问问你自己呀、啊。哎 ，Larry 是不是有点不对劲啊？他们的意思怎么样 ？Larry， 他不是已经结过婚了吗？对呀、啊，那他还叫小凤来公司上班。小凤还不错啊，安安静静的。可你没看他们在公司碰到面的时候，连招呼都不打。那 Kim's 派我来帮你整理这些公司的财务问题，这是一番好意、啊。你回去跟阿 Kim 讲，要是他不深思，我就做不下去了。我是不清楚当初你跟阿 Kim 订婚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的。那个时候就算他不投资，我老爸也会出钱给我做，没人逼他。你们两家大财团联姻的事情我是不希望知道，不过我还是阿 Kim 的人，从这些赤字上面看起来我是没有理由建议阿 Kim 继续增资。好吗？那不要就不要嘛，玩乐的清闲一点的。真的吗？这些财务报表不只是让我看出一个公司的状况，我也可以看出你的内心。你的企图心已经很明显了，所以你不能怪别人说你任性了。当然我是不会这么认为的啦，只是社会经验不足而已，容易受到一些搞文艺的影响，想要独树一格。可是现在我们这个社会讲求的是共识还有默契，一个人是不能太跟别人不一样的，那是不实际的。因为你看琪琪好了，如果它是个文化产品的话，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人见人爱，每个人看到它就觉得很舒服。但是为什么？这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最讲究的一个情字，它简直就是大家的理想生活嘛，永远充满了阳光，让人感觉到温暖，感觉到协调，感觉到幸福。你看，只要是讲到情的，不管是小说或者是电影，它就一定畅销。从你姐姐的电视节目到你姐夫的那些浪漫的温情小说，就是眼前的一个例子嘛。所以你们姐妹从事的这个文化事业，在这个社会里面可以说是最好做的生意。那讲情的好处不只是这样而已了，它可以增加人与人之间的协调性，可伸可缩，所以我们中国人做生意老外永远比不上，因为他们永远只晓得讲法律，一点人情味都没有，搞到最后每个人都要去看心理医生。他们搞不清楚啊，钱是投资，情也是投资知道吗？比如说友情，友情就是一种长期投资嘛，就像是绩优股了，像是储蓄了。亲情，亲情就是祖产了，像你们家了，像阿 Kim 家了。你知道文化事业像什么吗？所有这些高风险高效率的投资就像是爱情。你不懂，很少有中国人不懂这个道理的。还是你太跟别人不一样了。那你一定很孤独了。你怎么会做心理分析啊？阿 Kim 下礼拜才从大陆回来嘛，你下班干嘛？我可以来接你啊。喂，阿 Kim 啊，你到西安了吧？你娘嘞，西安，中正机场啦、啊！哎，啊，因在个西安个啥物党委唱 KTV 啦，看到啥物兵马俑无？我就先转来啊。还有钱都票啊，讲大家拢骂呢。哎，啊，你即摆是咧创啥啦？过来我家啦！你莫甲别人讲我转来呢。你有看到玛丽无？最好你还是打个电话给玛丽啦。台北这么小，啊，他总会知道你回来的。好好好。啊、哦，我忙过去。
可以先把它整理一下，明天开会有。长途电话接到你里面去了，你跟小峰讲叫不用来，现在叫他走。喂，阿娜，阿娜哪在等啊？阿娜在那边在不等啊？我还好啊，该应啊嘛。妈啦，我又不是闲的没事，明天啦，我明天套餐一定要叫他等，安尼好不？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我们到外面去谈。本来园艺事业就不是一条好走的路，你来我们公司也不见得有多少露脸的机会啊。你是不是可以再回去当儿童才艺老师呢？哎，你可以到小芬那边去试试看呢。我跟他是老同学，说不定。来接了。哎，哦，洗洗辛苦，搁换一双衫哦，感觉台北真好。什么？哎，阿你干嘛哩？安怎？什么安怎？我伫咧西安听人讲吼。台北有人在泡妈的哦。你问我干嘛？哎，啊，你不是讲探我一个大陆的时候，要跟妈的因公司的财务状况给调查一下？你讲我感觉妈的有什么怪怪吗？啊？哦，我怎么会知道？我也很少看到她本人的。她交男朋友，你会很在意吗？在意，哼，啊，哎 ，Larry， 我来讲啊，我跟玛丽的婚姻哦是上进步的呢，不但保持着传统美德，而且佫标榜夫妻个人的独立自由。我两个人在两岸统一以前哦，绝对是一国两府，不同居、不上床、不吵架，而且呢，这结婚了保证是一国两制。我叫你注意两岸政治，是为了你的大陆投资。不是叫你天天乱用这些成语，不怕闹笑话的？哎，你真的完全不管玛丽在外面交男朋友？嘿，哎，阿亮，好吧，你阿别去打，啊？我约了毛呢，小孩子没有人看了。告诉过你啊，我老婆去香港 shopping。哎，你不要等囡仔困了出来一下，不要去 club 送一下嘛，好不好？看情形了。我刚刚还在想，你大概不会来了。我真傻，我在看你们公司财务报表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因为我发现其实在内心你跟我一样是充满热情。你知道像我们这种感情的共鸣，第三者是很难体会的，越隐私它就越珍贵。我相信你一定跟我有同样的看法啊！我刚才把小凤饭了。哦，不好意思，介绍一个人，结果啊，现在年轻人就是不努力工作嘛。哎，我们等一下去哪里啊？台北地方这么大，哪儿不好去啊？我请你。
吃日本料理。我知道中山北路六条通那边有一条小巷子里面，你一定常常带小芳去，对不对？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哎，哎，你真的以为我跟……你是怀疑我跟小……你这几张相，你不信任人，你放我下车好了吗？不要这么介意嘛，我只想多了解你啊。嗯，那我们去吃饭。你不把我去跟阿根讲？你看看，这个国家多了不起，真有钱呢。20年了。我是亲眼看着他一步一步这么走过来的，现在可以松口气了。嗯，你们这代年轻人呢，运气真是太好了。来，你坐吧。谢谢主任。现在年轻人像你这么规规矩矩的，好像很少见了啊。嗯。不过当公务员啊，就是得规规矩矩的。哎，晚上去吃个饭好不好？今天晚上吃晚饭那些朋友，我觉得你应该去认识认识。这些活动啊，你应该开始准备习惯习惯来。抱歉，主任，今天晚上不行，我跟我爸爸要吃饭。哎呦，好，没关系，反正以后机会多的是。令尊是不是以前在经济部服务？对对。嗯，主任你怎么知道？你跟绿人是不是还蛮合得来的？老边逮着你哈拉些什么？看你现在脸色跟大便一样。没有了。他是不是又劝你少跟我来往？啊，不是了，他是好意的啦。他说什么？你人缘很差，水清无鱼，这样对你的前途不是很好。那他是要我怎么样？混水摸鱼啊？啊，我没问题了，你少跟他们去吃那种饭，喝那种酒，晚上跟我走，带你去轻松一下。不，我今天跟琪琪吃饭，还有我爸。哦，那下次。妈，干嘛还臭这张脸？啊？老边今天跟我说他知道我老爸以前贪污坐牢的事情。这样子，我不晓得跟说这什么意思。哎，那就这样讲定喽。明天早上我带你去小贝那，今天早点睡，明天给小贝一个好印象。OK， 先走，拜拜。哎，主任下麦扯得我聊嘛，真气死了！妈，你下午发神经，莫名其妙把小凤开除，完全没道理。哎，麻烦到那个光复南路国父纪念馆侧门啊，谢谢。然后又是我来替他收这烂摊子。嗯，你到现在不喜欢他大小姐脾气？我最气的是他总是认为我一定能帮他摆平这种事。我爸今天请吃晚饭怎么回事？就是你二姨妈帮我找了个工作的事啊。你爸跟那老板也很熟，所以大家约了今天先出来见见面。我二姨妈，她能帮你找什么好工作？哎，她干嘛这么多管闲事啊？你硬在她面前也抱怨妈咪是不是？她其实是在讨你的喜欢呢。什么讨我喜欢？又不是帮我找工作，什么讨我喜欢？帮我找工作不是讨你喜欢啊？阿姨啊，看她那副油腔滑调、唯利是图的样子，你不能只看一个人的外表啊。以前我被你说的也不敢跟她太接近。其实二姨妈蛮可爱的。可爱？我爸喜欢女人我还不清楚，从外表也看不出来吗？他也是一番好意啊，其他人都请了你是不能不去的，要不然你怎么让他们做人嘛？做人每个人都喜欢找这种理由。你妈跟你爸都已经离婚十几年了，你也应该替他们化解一下吧。琪琪啊，柯叔叔公司的公关工作是很具有挑战性的哦，要应付台湾人，
又要应付大陆人，还要对付柯叔叔，日本公司的老板。我在经济部的时候，柯叔叔就在跟日本人打交道。哪里？小明，你记不记得？你那个时候在搞什么？谁知道？不过老柯，你放心，我这个媳妇，你看吧，我不多讲。哎呀，反正我给你介绍的人是不会错的。来来来，我敬你一杯。哪里？我敬你。抱歉，老柯，我最近不能喝，我喝茶。他心脏啊，什么血管什么的有点问题，医生要他戒酒。他这个管我管得紧，开餐厅开到现在，连酒都不能喝。这个是你运气好，我看呢，没有他管你，你这个餐厅生意不会这么好吧？中国人请吃饭不喝酒，就好像交女朋友不能。要了吧？不能服务了是吧？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嘛。这道菜怎么炒成这个味道？我去厨房看看。他菜烧的不错，从小我一手教的。其实呢，我是不想你们两父子为了我呢搞得这么不开心嘛，对不对？也不是啦。真的要谢谢你二姨妈。这个做人呐，讨生活啊，每天呢是要陪着点笑脸的，可是有的时候也要用点真心啊，说点真话嘛，对不对？要不然这有什么意思呢？嗯，我不急，小明呢，他总有一天会明白，我是真心为你们好的。我也常常跟小明说，其实二姨妈是真的。哎呀，不用了，你这个越解释呢就越糟糕，你越解释呢，人家就以为你在找借口，对不对？如果是真心的，是不怕被冤枉的。这样不是有点不公平？小宝贝啊，被冤枉是我们中国人会做人啊要付出的代价，你慢慢就懂啦。我觉得你应该想个办法好好跟玛丽讲你要换工作的事，她既然是你的好朋友就应该会体谅，现在这工作绝对比玛丽那边有发展。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现在不能离开玛丽啊，她现在公司一团乱，只有我才能帮得上忙，他怎么可能会答应？就说他船帆之前跳水啊，船帆来得及吗？你不要换工作，你干嘛每天回来跟我抱怨？还不是你碰到二姨妈跟他抱怨什么工作的事情，他才为你讨你的好，帮你找别的工作。每一个人总会有一点牢骚吧，我又不是那个意思。你有没有听过我发过牢骚？就是因为我安分守己，上级才会这么对我赏识，我也才能够现在让你出去冒冒风险，是不是？有我这个安定的工作作为后盾，你呢就多多去建立一些社会关系，以后我们的前途才有发展嘛。你现在跟妈里混，连个调薪的事情也不能提了，就好像什么不够朋友。人家是千金大小姐，我们是靠自己打拼的人，你陪她玩，难道那么多年的交情只值几个薪水吗？你不要那么感性好吗？你是不是跟那些文化圈人混久变那么肉麻？你看他们姐妹做什么事业嘛，不是做广告，就是弄那些你不想看也没有别的看的连续剧。你虚情假意办一些什么慈善活动，还不是为他们的企业形象啊？以后两个家族可以多赚点钱。你真的以为社会大众这么傻？真的这么傻的话，台湾不会有今天呐！大家还在搞什么反攻大陆啊，装进自强了。现在这些商业广告跟以前那些政战口号有什么两样？当然不一样，我们今天做的是很有理想的事情。哎，你怎么这么刻薄啊？哈，我是个小老百姓，现在这是文化事业是最有前途的，你知道吗？你不要因为个人对玛丽的成见你就否定了他的理想。我对他有什么样的成见？夹在你们两个中间我压力很大，你知道吗？我应该讲在公家单位那些你看不顺眼事情的时候你有讲过吗？哈，你这什么原则啊？这不一样嘛，什么原则不原则？这你不能跟他一辈子，你总有一天要离开妈的，人总要自立嘛。还有什么时机比现在这个时机更好呢？本来在学校的时候我就不希望能够跟着妈的，是你要我跟着他，说这样比较安定比较有保障，现在你要我离开他，你这什么原则哈？今天去吃饭的时候你说二姨妈多管闲事替我找事情，现在你又认为他找的工作不错要我？我没有其他的原则，我只有一个原则，就是这是我们两个未来前途的事，我是在为你好，
我是在关心你。你如果真的关心我的话，你就不应该故意去找妈里的麻烦。我干嘛故意去找妈里的麻烦啊？我很为难，你知道吗？他那人跟人家一言不合就跟人家翻脸不认人，是他先跟我翻脸。哎，那是因为你先要动手打他的。我打他了吗？打了吗？我又没有打。任何人那样跟我说话，我都会耐不住的。我只是问他说没事干嘛要你去陪他过夜。你不要忘了那天是你跟我吵架，我自己要到他家去，让你找不到我的。我们先解决你跟玛丽之间的问题，再来谈我要不要换工作的事情，好不好？其他的讲了有什么用呢？从今天开始，我跟玛丽的事情你不要再管了，我自己会去处理。小明，哎，老夫老妻了，我又没什么恶意。台北地方就这么大，跑了一个晚上还找不到地方去，连油都跑光了。玛丽，我跟小凤真的什么都没有。你这样简直是侮辱我的人格呢，不可以这个样子吧？拜托你送我回家好吧？酒又喝多了，在那边一直吵着要个什么玛丽的小姐。我告诉他们说我们这里有 Mary 有 Nancy 有 Lucy， 就是没有玛丽，他就生气了。干你娘嘞，我来家开钱还够人看不起哦，讲什么我来家开钱才敢去跟酒人买了。我都不是在六年国建功，到我开始啊，你现在知道不？拢同款啦，无良心的啦 ，Larry， 你不是讲钱就是情，到底偌济钱才会使买到感情嘛？我问玛丽，玛丽啊，叫什么玛丽呢？我现在两天就讲玛丽坏你，我好难过 ，Larry。玛丽到底是在跟谁通奸？我是不是台北大笑话？现在全台了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了，我实在搞不民主。来了，阿 Q， 你醒醒，你醒醒！你跟玛丽订婚的时候，我不是都帮你设计好了吗？不是发明撑死政策，你忘了？她爱吃什么，我就喂她什么，喂到她倒胃口，喂到她他妈撑死为止。不过一切都很顺利的嘛，啊？那个时候我建议你替她开间公司，就是要喂饱。这样他就没有办法说你不给他自由了。好了，他现在吃到甜头，胃口大了。可是呢，公司搞得那一塌糊涂，你现在把公司收起来，没有人可以说你不对了。啊，妈的，再也没有借口出去读什么利的了。现在就是我们判他终身监禁的最好时候。啊，让各位精神赶快。事情我不敢跟你讲，他明目张胆对我放电，你有没有？是有家有眷的人，跟你说，你明天就去跟玛丽说，你要把公司收起来，就搞定，就这么简单了。我有路子，我去帮你查，他妈是谁在跟他的搞？你放心了，啊。嗯，乖，听话。Larry， 你对我上好。
我怎么可以没有你？你不能离开我。别这样说啦，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嘛，是吧？这么多年感情。林静还有才华，上宝的二杠八有赞赞，上宝的三两有酒。喂，啊，没有了，刚进门。琪琪啊，你的广告。嗯，你在楼下。好好，我下来。嗯。你才刚回来，又要出去啊？马里找我啊。哦。非常感谢衣服小姐接受我们的访问。这是本节目介绍第38位模范夫妻的经典人物。节目结束前，不要忘记我们爱的手势：出双入对，战胜孤独，成对成双，走在微笑的胜利路上。下周同一时间，不要忘了收看我们的节目。只要您用1个小时的时间，就能换来1周的幸福，划得来哦。小凤后来怎么样？没有啊，我就安慰他一下。他是怎么了？你为什么要把他 fire 掉？你后来找姐夫了吗？后来陪小凤到 Friday 就没有时间了。听小凤说你姐夫好像不容易沟通是吧？还好了，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开始秀逗了，不然我老姐不会为了他跟阿 Kim 解除婚约。哎，那个时候他跟我老姐还是公认的才子佳人。对啊，你有跟我讲过啊。所以阿 Kim 老爸就觉得算了，他觉得娶阿 Kim 娶我也蛮不错的，不然我老爸就累了。其实我还蛮喜欢看他的书，跟他聊天的，尤其是心情难过的时候。他跟他叔一样，有一种很奇怪的魅力。可惜不卖钱了，不然他也不会跟我为了要出版他的书吵得那么不讲话。怎么样，我们去哪？哎，小凤不会把这件事情拿出去乱讲吧？应该不会啦。妈，行啊。不啊，不我这个马塞上个车吗？有啦，面前啊啦，靠电话来啦，我们拍不等你啦。欸，拍不是什么所在？是我去算的啊。哈，在算的？啊，是好算啊，歹算啊？哪个差的？欸，那好算就拖来了。哪个差的？那啊，故乡。我一个找一个囡仔来要找你啦。问我谁的也不讲啊，我看到怪怪。我等你要过来。忘记啦，啊，行动真快。啊，都连忙都直直笑啊。快笑那个型哦，介绍恁爸爸较早咧上班的同事来咧找迄款型的啦。你怎样？笑不开笑。恁老爸最近好无？我哪会知啦？我嘛做不过伊啦。啊，你若闲哦，较常去甲看看。人老啊啦，其实你若无去甲看，伊嘛足伤心的。我见面也无话通好讲啊。哎呀，无管人，你要管要从啥啦？哎呦，你哪会讲安尼啦？其实哦，你的个性哦，愈来跟恁老爸愈同款。你开心呀？哎呦，哎呦，阿父啊，你无咧少年啊呢？我你个这大个，我还阁足少年个啦。我看你敢那破病啊呢，甲狗都敢那痴痴一个。那我正手扫倒手扫，为咩呢？啊，你开年纪不爱治啊？啊，你做遐倒提，说不要倒手术啦。我看来就要病，就得好啦。王谦，王谦。你就可怜可怜我们小女儿吧。We'll be right back.
刚才你说那包商带着小女儿到你家求情，赚你的眼泪，他破产了，对别人更没有好处，谁还会帮他通融？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良心上也过不去啊。良心？我还不要吃公家饭了。你以为公务员在干嘛？救国救民啊！不要给他们骗了，装他们的样子。你们怎么觉得我是在装样子啊？晚上吃饭的时候还跟我老爸为了这个翻脸，我就是喜欢跟别人一样，跟别人一样有什么不好？哎呀，最容易逃避责任的办法就是装得跟别人一模一样，这你还不懂啊？哎，这么说，我跟你老爸好像可以交个朋友。哎，你这么不爽，你老爸怎么会跟我这么要好？啊？好了，我会通融他了，明天就照你讲的签上去嘛，这还不容易？放心了，啊。放轻松，放轻松，哎，你不要觉得我是个怪咖，慢慢你就会知道，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你怎么好像还在清朝做官呢？啊？哎，小凤哎，管他的，哎，人家很可怜，今天才被fire掉，哎，你要说我没良心了是不是？我又不是在跟他谈恋爱。哎，你怎么了？小凤，不要难过嘛。我的隐形眼镜好像掉了耶。哇，那你现在不就看不到了？啊？没关系。哎，怎么不多玩一会儿？我明天早上要上班。哎，你嘞？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哎，你明天不是要跟琪琪去小贝那里吗？你也应该早点回去啊。你也认识小贝啊？琪琪，小贝我以前同学吧。哦，那你跟玛丽是同学喽？啊，是啊。哎，我帮你叫计程车，你看不见吗？哎，你以前学表演的是不是？平常琪琪私底下也是那么文静优雅吗？我好像不应该问这么隐私的问题哦。没有没有，只是不要误会，只是因为我们从事演艺工作的人比较习惯讨论这种话题，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需要对人的内心有更深刻的了解，这样对我们的表演会比较生动，可以带给别人一种共鸣吧。没有啦，我想其实每个人都一样，我跟琪琪也不例外。谈恋爱是一种感觉，时间久了双方面都应该要做一些调整吧。那是一定的。以前我追她是因为她是我心目中那种最标准的对象，现在我只感觉到好像他的内在有很多的转变，是我没有办法去猜想的，我没有办法去问，他也不会告诉我。我们这样聊天蛮感人的哦。你急不急回去？我室友今天好像不会回来啊，要不要到我们家坐坐？这样讲会比较舒服。可以啊。你家不是住在附近吗？对
那人是谁？朋友。我打一个晚上电话，你室友就说你没有回来，急死我了，你知不知道？我找你会找得到吗？你去哪里了？心情不好去聊天，反正你又不管我。这个事还是我帮你找的，我不管你。你老板不爽你要把你 fire 掉，我怎么管？你怎么知道我被 fire 掉？是他跟你说的吗？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他跟我说什么？刚刚那个人是谁啊？问你也不讲，这么晚了还送你回来，发什么神经啊？一天到晚疑神疑鬼，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嘛。你没听过这个话？不是孔子讲的吧？我就问你跟妈你到底怎么回事？你怎么知道我被犯？有人告诉我了。琪琪吗？哎，琪琪一整个下午都跟我在一起。那也是你说的。反正还有很多其他人也知道这件事嘛。哎，什么我跟妈里？好了，没有就好，无聊。妈里也不是好惹的，我还不了解她。你真的跟她在一起的话，她不但把我给 fire 掉，她还会追杀你嘞。说不定啊，她把你逮到了，抓你到车上去拷问，然后你一样可以死不承认啊。最后说不定一脚把你踢下车。哎，该不会有其他人也认为的吗？我跟玛丽在搞什么吧？你安了，他现在跟小贝打得正火热，我看就只有你不知道。怎么了？该不会跟玛丽有什么问题吧？这话什么意思啊？我花那么多时间跟阿 Q 拉拢感情，你以为我会笨到去弄他女人啊？小的天天用跳槽来威胁阿 K， 别人不见得跟阿 K 联络。我看玛丽也没那么简单，他哪会让你卡在他们中间啊？你让玛丽抓到把柄了，用他跟你有染来挑拨你跟阿 K 的感情。哎，如果他真的这样子，那我怎么办？先下手造他的谣啊，先搞他个什么桃色绯闻啊，财务危机啊，这话讲出去，我就不相信有人相信他。亏你还是阿 Kim 的智囊。看来你比我还懂得这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啊，最可怕的是琪琪，他没有两下子，怎么会变成玛丽的亲信？而且每天笑眯眯的，连照他的谣都不容易。那你还跟他这么好？这种人路子那么多，我不拉拢他，我拉拢谁啊？哎，你好像很懂这种事哎，啊？我们不了解人心，怎么搞文艺工作？你那套什么钱跟情的道理，我们也懂啊，这叫感情工作。我是关心你，你还冤枉我嘞。小凤啊，对不起啊，我心里本来一直有个担忧，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一直猜想你跟我好是利用我来接近阿 Kim， 我真下流。你别傻了，来抱抱。你先去睡嘛，这不在上班呢。不会啦。Sorry 啊，琪，这么晚把你抓过来。你看你，好像我在勉强你。没有啦。只是在想，怎么我会这么讨人喜欢？这还不好啊？要是有人认为我是故意装出来的，怎么办？不会啦，像我想装都装不像。
玛丽，我会担心你。公司这样下去，对啊，烦死了，不干算了，在家里舒舒服服的坐着多好啊。你真的会这样想吗？我不这么想。不是啦，只是好像有越来越多的事情都没有告诉我。我们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你体谅体谅我嘛，我现在这么忙，每天这么多事情烦，我自己都烦来不及了，还要告诉你跟我一起烦呢？中国人哦，坐到有村嘞。阿大伯最近有啥代志无？噶不是噶，阿四个拢嘛是人啊。啊，你哪走得来？无啦，阿都心情不好无？又一个心情不好。我从小就没看过你心情不好，怎么证明自己长大了是吧？我是听 Larry 讲的，你公司目前的状况好像不是很好，是吧？那能怎么样呢？不好还是要做啊。那你认为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啊？现在啊，啊你决定嘛，不如叫你许多人参详啊，有滴到尾拢嘛伊决定的对无？好，我听你安尼讲，哎，这件代志我跟你一撮关系都无呢，哈。订婚的时候哈，我就知啦，你绝对是唔甘愿的嘛，对吧？啥唔甘愿呐？所以啊，我们就决定啊。你喜欢做，我们就尽量让你去做，一直做到你做不下去了，做到你垮掉，然后，妥了，我不是这个意思了，我，你知道这种事情我怎么做得出来吗？对不对？我是觉得这样做太下流了啦。没你喜欢呢？我是感觉。咱两人中间是不是爱培养一撮迄落感情？恁的感情也无问题啊，我们又不吵架。你看琪琪跟小明他们两个每天冷战，你喜欢这样子吗？那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是要结婚吗？那我们本来就是要结婚嘛。好了好了，那我不做事就好了。哎呦，不是啦，这我不是这意思，哎，讲几波你也听无。我的意思是讲，你的公司我当然继续给你 support， 对不？因为我知影你做，你唔该快乐，这样我们之间才能培养出夫妻的感情嘛，对不对？哎，不你扁扁啊，唔爱讲话，啊不你啥意思啦？先生，这是你本人的图章的。你是个作家，你自高兴都这么多，都是稿子。你送的信管多多。喂，小凤，哎，对不起对不起，我今天早上不行，下午好不好？那我们就直接约在小贝工作室。啊，你知道那地方，那最好。嗨，嗯，我是玛丽的助理，想跟您商量一下有关那个授权书。嗯，我不是跟您讲过这已经不关我的事了吗？我以前那些小说你爱怎么抄怎么抄嘛，行不行？可是总有些程序上的问题。还真的是车轮战呢啊！今天又来一个更可爱的。哎，你们以为出来做事就这样摆副笑脸到处哄人就行了是不是？你们这套我还不了解啊，还要你演给我看呢、啊？我看到你，我就想起来我以前那些小说，
哪一本不是甜蜜温柔、天长地久的，骗光你们的钱啊！现在这些真正为你们写的书，反而没有人要看，没有人要出，我哪有时间管谁抄不抄我以前那些烂书啊？好，回去啦，等你以后这套不管用的时候再回来找我，搞不好你还有救呢。走啦。好，谢谢谢谢，没问题没问题，再见再见。阿金最近好吗？阿金，他今天跟我讲，我把公司搞得乱七八糟的，他原来是想把公司给收掉的，我是无所谓啊。你怎么今天突然打电话约我吃饭？我是因为就是上次跟你吵架嘛，后来弄得琪琪很为难。我想如果我们可以早一点，不，我应该主动了来跟你化解一下。不会不会，都这么久的朋友了，我不会放在心上的。这样就好，我一直很，琪琪也一直很。公司收掉也好，就让我姐姐一个人自己去忙啊，先省着要天天盯着我，对不对？是啊，也可以天天待在家里哈，然后有什么不好呢？很多人不都这个样子吗？阿 Kim 的几个嫂嫂也都是这个样子，就像我姐姐，她就因为她忙了，所以才跟我姐夫搞成现在这个样子，这不是更麻烦吗？哎，抱歉，我一直以为是因为你跟阿 Kim 的婚事，你才会要求一个自己的空间，一个自己的事业。我们公司有什么不好？姐姐原来是分配给阿 Kim 的，不知道。结果你看她自个去谈个什么恋爱，现在她跟我姐夫搞成这个样子。我不清楚哎，我以为，不过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你先说。你先。其实琪琪她最近也有一些事都不知道怎么跟你讲。我跟琪琪还有什么好讲？不是啊，你说。对了，大家这么久的朋友了，琪琪她最近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她一直跟你开不了口。我是想既然你这么厌烦你的公司，那我。不是你先，这是你先。本来就是这样子嘛，他有更好的发展，做朋友的只会为他高兴。玛丽，真的不好意思，我一直以为，我一直误会你会是个蛮计较的人，我今天才。玛丽，对不起，不好意思。你看，我们三个在这行小波从小就，还是我先认识你，你才会认识琪琪的，对不对？妈的，生意真好，等这么久。玛丽，你姐刚打电话来说有急事要找你，她现在正在录影，走不开。叫你马上过去。对了，还有，你今天早上找到你姐夫了。你跟小明事情到底谁在做决定呢？看情形喽。吃饭。你跟我这么多年的朋友，应该很了解我，为什么对方不高兴、不满意都会直接跟你讲，对不对？对啊。很多事情你可以自己做选择，我一定很多地方不对，你会有意见，你不用怕我不高兴，你可以直接跟我讲。我在问你啊，你话讲就讲啊。我越来越看不懂光是笑什么意思。别人也许很喜欢看，我已经看不懂了。你知道我们找事情做，为什么不早讲？我又不让你吗？我不是，我不懂你为什么会认为我不让你。对，昨天晚上小明跟我还在讲，你找我吃中饭，我就觉得奇怪。对啊，小明他不是玛丽，其实你知道我，是啊，我是感觉我根本不认识你。这么久的朋友，我不懂为什么你不能把心里话的讲出来。我现在叫你讲，你怎么讲啊？你这样子是要我讲吗？
每件事情都已经认定了，你要我说什么呢？切，过分。我说不过你，反正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看着办。妹妹嘞，没来啊？阿妈你嘞哈？到陆云鹏找他姐姐。哎，大家坐上。催你啊？什么事？没啦，妈你的代志啦。怎么样？同意把公司收起来没有？你没讲是不是？你还在等什么？没啦，我有讲啊。那反应怎么样？不同意？我讲哦，我会甲增资啦。增资？你头壳歹去？我昨天晚上那么辛苦帮你设计的，你不但……阿Kim，反正钱是你的钱。好不好？你不肯听我的就算了，以后也不要找我。哎呀，不是安尼啦，我有做不出来不？做没出来，你这个叫妇人之仁呐、啊！怪不得你老爸工厂不给你管，这我还跟着你干什么嘛？妈的，我好心好意，你嫌做没出来，好吧？你高级嘛，以后你自己想办法好了。好了，妈呢啦，太衰啦不？不，你给我教，我现在要怎么做嘛？好了，啊，你肯听话就好。我跟你说，你现在去找玛丽，你现在去跟她讲还来得及，啊？嗯。玛丽人呢？去电视台找因姐姐了。嗯。啊对，小波儿是谁？你知不知道？我知啊，阿诺。就是他。我帮你打听出来，怎么样？够意思。爱想哪样？他跟玛丽同学嘛，我怎样？他跟玛丽挡在一起。哦，小贝，那艺术家怎么那么可怜啦？哎呦，你是当然看不出来了，随便你啊，反正玛丽是你老婆嘛，我是无所谓啊，你受得了，你慢慢受好了。你娘嘞！我只恐闹戏，干嘛？你老是这样毛毛躁躁的、啊，你不要嫌那艺术家穷没有钱了、啊。我告诉你啊，他们是搞感情工作、搞心战的啊，耍阴险的。今天他骗妈你的感情，那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啊？还不是骗你的钱。现在不要着急，绝对不能正面起冲突啊。越是生气，脸上越要挂笑脸。我会慢慢的帮你设计一下，啊，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装作不知道。很多艺术家为了自己的名声，故意的去标其利益，把色情暴力像毒素一般的散布，用灰色的悲观的做作去虚构社会的黑暗面，把艺术这美好的理想变成像艾滋病一样的可怕。所以阳光永在，充满光明的社会才会让我们的感情更健康，婚姻更美满。谢谢今天的贵宾鲲鹏大师，让我们大家一起期待他的新作品，剧名叫做《啊》，灵感来自于阿弥陀佛和阿门。非常感谢鲲鹏大师。小波终于可以上你节目了。嗯，这么简单？怎么，什么事这么急着我？急着找你的事能在这儿讲吗？导演，该回去拍戏了。怎么跟你这个样子，现在没搞定似的？哎，我不懂嘛，你们要管什么管啊？大家都在等你回去拍戏。啰嗦，你不会先回去叫他们等我一下吗？好了，先走好不好？啊，走吧，拜拜。哎，你这个助理长得蛮可爱的，你怎么不跟他谈个小恋爱，心情会好一点呢？
开玩笑，你嫌人家不够成熟，还是嗓子不够高？妈的呀，拜托，你越乱讲就越孤独，你知道吗？好好好，怎么弄个戏弄成这个德行啊？就这样子嘛，开心。哎，大师啊，啊。好久不见嘛啊！哎，听讲你最近很得意嘛？当然得意了。你怎么老几老少几班都不肯上？你不在大陆吗？他刚从大陆回来啊。Larry 就是讲我毛毛躁躁，叫我爱忍耐，要成熟啊！我干你你啊！干什么？你们两个，你不要打了，干嘛？你敢不敢？我怕他被电话，你干嘛？你在哪？我跟你讲。有漏雨没在，我跟你讲，漏雨来，录下来了没有？录下来了没有？广告我拿了，今天就过来，干！干过来！算他们运气好，刚刚没有记者在场。你知道为什么没有记者在吗？为什么？我没让他们来啊，因为今天记者在问我和老公是不是分居了。怎么会这样？那现在怎么办？我等一下找到你姐夫啊。嗯。明天约他公开露个脸，这种事就不攻自破了，这还好办呢。那你叫我来干嘛？我就是要问你啊，是不是琪琪出去讲的啊？如果是他，我还是要想什么办法补救。琪琪是琪琪，我是我，他要怎么样关我屁事啊？还不是你一天到晚跟他什么都讲，不甘寂寞是吧？现在惹到我的头上来了。你怪我啊？你不跟姐夫分居会有这种事？你当初如果按照家里的安排跟他跟结婚会有这种事？现在我都收你个烂摊子，我跟阿平搞得这个样子，你不要负点责任呐、啊？接小包被打不要负责任吗？就是会怪别人，你不照照镜子？天天在观众面前装那副幸福美满的样子，你骗谁呀？还不知道，还不都骗你自己？骗自己，这是我回馈社会的诚意。节目这么成功，就是社会对我这种爱心的肯定。爱心，你的收视率只能证明这社会上有多少人跟你一样无聊。你这个样子只会让大家跟你一样。艺术家，你才是全世界最不甘寂寞的人了。秀丽啊，到处骗人骗钱，我做一番运动哦，比你都慢跑啦，拍高尔夫哦，爽多嘞。哎，我绝对不跟 Larry 讲哈。那一日干唔叫啊，咱啊成熟啦，忍耐啦，我都无咧精神打数工，哼，一箍甲老话同款。你怕小包告你啊？来啊，告就告啊，安怎？哎，非礼我的老婆呢？哈，安怎讲？分裂我的国土啦，大家拢冇看。安怎？啊唔对啊？这招是我家己想出来呢，未歹哈。阿Kim啊。你放心啊，我一定会嫁给你。我不跟你玩一国两制，啊！只是在我真正做你老婆之前呢，就要你弄清楚。我敢，我去叫外卖呀！我们家里来了。妈咪，妈咪，妈咪，妈咪是安怎了？哎呦，真可怜！怎么你们都需要我照顾呢？谁叫你要把公司收掉，不给玛丽出来做事？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啦，我同阿公，我是希望伊会使加一撮时间给我，家培养迄落感情啊，啊无别人诶，规工闲闲食饱饱看我的笑话对无？哦，如果当初我嫁给你，不知道会怎样。我好寂寞。我也一样。不过寂寞才会令人懂得珍惜人间的温暖嘛。以后心里有事就来找我，好吗？别跟我笑了。谈恋爱到底是什么款的感觉啊？你有没有听说过民主政治啊？民有、民治、民享，民有就是民营啊，所以我们才是最大的民营公司。丽人。到我房间来一下。哎，琪琪怎么跑来了？昨天晚上怎么不跟我们去玩啊？哎，小明。哎，你怎么了？我中午刚跟玛丽碰了两面。我们到下面去谈。我是为你好，他这么怀疑你还算什么朋友？你还怪我多嘴？这里是什么地方？你给我闹到这里来？你要不要替我想一想？
怎么那么没有默契啊？为了将来在一起，反而现在每天碰到我就找我一个麻烦，知道吗？你怎么搞的？你以前不是这样子的嘛？我以前只是没有意见，不是和你有默契。你现在有意见了是吧？好，我跟他两个让你选，有他就没有我，怎么样？够简单了吧？够民主了吧？你选啊！你连自己要什么都不知道，你还怪我？你还闹什么闹？哎，怎么搞的？啊，怎么样？怎么回事？妈逼嘞！再给我装！他被起诉了，伪造文书。图利他人，现在呀，利人不在了，我们单位啊可以干净多了。报告主任，是我劝他通融那个包商的。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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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你真是个傻小子啊！主任，那这样说。地点是被大家同时设计的，是的，又不是工程，什么设计不设计啊？不要想那么多，不要想那么多。啊，以后我们好日子多的是，我会好好栽培你。我看人啊，从来没看错过。昨天的比较好看，今天的搞什么鬼啊？今天改什么？今天还没有开始加东西，跟昨天完全一样。今天怎么会感觉都不一样嘛？一定有什么人不该看在里面看。门都锁起来了。对不对？戏好不好看？好看。会不会买？会。对不起，我不是来打扰你，跟你要。我可不可以问你？你不必回答我，你只要告诉我你后来出的一些书的书名。我可以自己去找，可是那些都还没有。你不要误会，千万不要误会，我是装出来的。没有人了解我，没有人能帮助我。我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了。玛丽也是像这样跟我翻脸的，她连对自己都懒得去了解，怎么可能了解你的心情嘛？对不对？我看她想通这个道理，还要吃不少苦，别人帮不上忙了。
接书你先拿回去看。这本《艺术家自助指南》，里面有很多我自己实验出来的方法，是教这里的艺术家怎么样用最省钱的方式生活、工作，好，不用管什么现实的压力。你看啊，这边就是我的实验室，没有电视，没有电话，没有冷气，我也不坐车。你猜我上个月才花了多少钱？大概才1000多块钱呢。这本书你才最应该拿去看。嗯，就是上午来的时候他们退给我的。儒者的困惑，讲的是孔子在世的故事。哎，孔子回到这个他自己发明的儒教世界里面来，然后发现他成了一个受所有人欢迎的人，大家都很羡慕他这么四处逢源，好，都来跟他请教。可是到后来他才发现，原来所有的人都认为他这套待人处事的办法是装出来的，没有人相信他是真的耶。他也没有办法替自己辩解，因为不管怎么辩，人家都会觉得说他在自圆其说。反正有些人会嫉妒他，啊，要造他的谣，搞得他身败名裂。后来呢？后来啊，后来他遇到一个算命的，说他命带桃花，贪生怕死。命带桃花，怪不得他受人欢迎嘛。可是最悲哀的事情是他死都不敢死，死了有什么用？死了还不是转世回到这个世界上，让他这种痛苦的命运再这样永远重复下去。好绝望。其实我以前跟这个人是一样的，大学的时候我3天就可以写一个小说，有时候卖的比琼瑶还好，家里都靠我在养。那时候我跟玛丽的姐姐是同学，为了摆脱她家里的婚事，我跟她还奋斗了好久。她是来看我新写的书的。真是的，你就别再折磨人家小女生了，你看人家都闷得睡着了。我要睡在这里，不会太冷吗？我在这里很自在啊。你怎么还是这么不注意自己的身体，又不让我来照顾你？琪琪，怎么会去上班呢？对不起，我已经不做了。这我倒还不知道哎。琪琪，你可以先回去，没有关系，太麻烦你了。为什么你叫我走，我就要走？那我们当然欢迎你留下来啊。你要不要喝点什么？这里简直跟你大三那年租的间房子一模一样，满地的书，不断的音乐，像行云流水一样。还记得你第一次约我去你住的那儿，你拿了好多你写的小说给我看，我就坐在这儿看，就像刚才的琪琪一样。可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那时候的你就像你的文章一样温柔体贴，充满乐观的活力。看你现在学那些人写一些悲观的灰色的东西，你让我好心疼，你知道吗？哼，算命的还真准，命带桃花，连这种书都能吸引像琪琪那些装模作样的小女生。我看你如果再继续躲在这里，
就不能怪他们说你贪生怕死了。你不记得他们说你最近会出车祸啊？你今天来就是要跟我讲这些吗？待会儿约了几个记者吃饭，外面谣言在传我们分居了。你需要我陪你一起去装样子？对不起，我装不出来。这种谣言被我的观众、你的读者知道了，对他们会是多大的打击？我们又没有离婚，而且我们一定可以恢复我们从前的感情。好像只要我浪子回头，这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是不是？其实你就像你的电视节目，我就像我正在写的书，早早就已经背道而驰了。你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啊。我的电视节目还是当初你给我的开导，你忘了？你那时候让我觉得整个世界充满了光明，充满了希望，让我想把这种信念跟整个社会分享。现在节目这么成功，其实就是证明了我对你的信心。难道你不觉得这更证明了有多少人的心灵是那么空虚？他们不只需要安慰，还需要治疗。哎，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无聊的人对我们分居的事情这么感兴趣，对不对？你要是真的关怀他们的话，你就会同情他们的内心有多脆弱啊。这是不可能只用一些化妆品美容出一副幸福美满的样子就可以治疗的，这样只会使他们的病情更恶化。像我从前写的那些甜言蜜语的小说，说穿了都是一些毒品，是一些鸦片，这些我们是要负责任的耶。你以为你现在是在负责任吗？你这些灰色的病态的什么作品就真的能够治疗大众吗？我的节目至少能够给他们一种鼓励，而你的书呢，不是用死亡就是用犯罪来吓唬你的读者，还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如果你真的能够找出治疗大众的方法，你自己就不必生活这么苦闷，这么封闭。你要是真的负责，你为什么自己不像你书里写的那样子，去杀人，去被车撞死，去自杀，去病死，去出卖朋友，去抢别人老婆，去猜忌？看你每天足不出户，世界是什么样子，能在这个小地洞里面了解吗？还谈什么关怀大众，还自认自己是孔子在世，难道你就不是在装样子？你以为你这样就不会有因果报应吗？我是为了你好，你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不会接受你，而且根本不需要你，所以总有一天你会回头的。我愿意等你一辈子。跟记者吃饭的事就算了，我会想别的办法。不用，没关系。来，进来陪我们喝一杯。我们台里的经理呀、啊，和那个编审都来了。哟，你开什么玩笑嘛？哎，你们这才是给你们今天电视台大佬喝酒，你别让我丢人了啦。给点面子嘛。
人呢？刚才他是坐在这里的。你有没有看到他？刚才他是坐在这里的，后来我就去叫你了。他又不讲话的，谁知道他会突然间下来找你吗？范畴，你会做什么事啊？他没事会来找我啊？你应该更有自信的，演戏还不简单了，就装样子嘛，每个人都会的，只要装得越像真的，也就是演技越好啊。哎，别过来，电话还响，电话还响，你正在办事。哦不，你在工作，在工作。喂，你等一下。哎，你怎么又回来了？有一个叫雷雨的说你跟他约好，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到？我就是不要接这通电话，你干嘛来捣蛋呢？我回来找点东西。要找什么东西？明天找不行吗？想回来理理今天改好的戏码。走以前不是都已经改好了吗？妈，你换这漂亮衣服干嘛？这么晚你不怕被计程司机给诱拐啊？你真的觉得我这样子很漂亮啊？哎呦，走啦啊，不要肉麻了啊。那个新来的女生 audition 我可以帮帮忙啊。啊，已经欧完了，走啦走啦。哦对，我要再加个女主角。怎么可能，你已经加了七个女主角了。你不听我听谁的？我是关心你，怕你上当。那是关心我，这关心你自己，跟我老婆一样，明天再说啦。我们这些艺术家跟那些搞电影的什么不一样？哎，小女孩不懂事。还是你在利用什么？我们刚才聊到哪了？你真的要给我演女主角吗？啊不，你刚才不是听我跟他讲说你女主角啊？哎，你刚才说到说你的成长过程，哇，让我好心酸哦。再说啊，我还想再听呢。你该不是像他所说的一样骗我说要让我演女主角？把刚才那个人忘掉啊，不要被那个傻逼干扰啊。我是真的很崇拜你。我今天一看到你，我就认为你是我想追随的大师，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我也是啊。你出现在那道红色布幔后面的时候，哇，那感觉就好像是倩女幽魂一样。后来，你的隐形眼镜掉，就像是一个在险恶的城市里走失的小女孩。来，今天不要好不好？我们有的是时间，可以慢慢培养感情吗？你不信任我啊？你不信任我，我们怎么合作啊？做演员最需要就是要相互信任嘛。只是我不想被冤枉，我是他所说的那种为了机会。那你就认为说我可能是他所说的那种利用身份地位占便宜的？那你就干脆不要来嘛啊！这算哪门子崇拜？妈，怎么这个时候妈电话这么多？我跟你讲，有一个有钱人缠着我不放，那个也不经过一个叫阿听的。哦，我有朋友在帮他做事。喂，啊，是你啊？啊，现在哎不行，我在忙啊，哎啊。你在楼下，哎，喂，你先不要上来，不要上来，我马上下去，我马上就下去，你千万不要下来啊！好 ，OK， 拜。妈，你也烦死！啊，不管啊，你想演你就留下来，不然就算了啊。
我自己的事要办啊！你就这样把我拉出来那边乱逛乱逛，你就不自私吗？那我们是干嘛来找你啊？你有话就赶快讲嘛！我要急着回去办事哎。不是不是不是，工作了工作了。那我本来就说要到你那边去坐坐的嘛，是你自己说什么要出来透透气啊？那我陪你回去嘛。啊，不用不用，我跟你讲，我坐坐坐，我有需要一些空间啊，我需要孤独，我需要培养一些情绪。你妈了，你又给我来艺术家这一套 ，shit。好，回去回去。小半，你给我记住哦，朋友需要你的时候，你就这样子应付的事儿。以前你念的时候，他妈的三天五天给我挡的时候，我怎么要对待你的？哦，现在大牌是吧？大师了是吧？没有人会因为他妈不看你的戏就活不下去。怎么样？因为这社会他妈这么需要艺术啊？对。shit， 谁瞧得起你啊？妈，看你跟琪琪一样，每天装个样子在骗人，你还想骗我啊？妈的，你不要忘了，我是干你这一行的。我也是大师啊！他妈，你以为你干这行的话，他妈你在家有地位，你会干这行啊？啊？你要讲我呢？你有地位，你就不会。就不会被逼着跟阿 K 结婚了。我心甘情愿怎么样？阿 K 什么东西啊？妈的，扁你了！我才不会他妈笨到去大法院告他了。你他妈个大大罪啊！那我大妈好不容易辛苦建立起来的妈名望，妈给报纸那边当当笑话写。谁瞧得起你了？妈的逼的！大大罪！你他妈不要读，他就知道了。喂，你是谁？我是阿King，你呢？哦，他真幸运啊，有你当他助理。好，我现在就可以上来见面谈。猜的没错哦，他根本就在上面嘛。刚才他助理挂我电话的时候，表示他在嘛，是不是？我细嚷嚷的天规见你，见你，恋爱的声音。你看你越来越不听话了。我教你要装傻，装作不知道，越是生气越要陪笑脸，结果呢？反而把他打了一顿。来，很轻的开催你啊！阿金啊，我现在说话的声音是不是和他一样，让你心动啊？你真是饭桶啊！声音谁不会装啊？啊啊！你哦，人家设了一个一个圈套，你就一步一步往里面走，我拉都拉不住，自作主张。我们想造反呐、啊！你上去干什么？你看不出这么笨一个美人计，你看不出来。我说过多少次，这就是他们那些搞艺术最会玩的把戏啊！你现在很危险，你妈你知不知道啊？你到时候人家告你，你受得了吗？还不是搞个庭外和解？你要赔他多少钱？几千万？几亿？哎呦，我只是刚刚代志无你想的遐尼复杂嘛。你他妈真是没救了！你给我待在车上，动都不要动，别给我添麻烦了。哎 ，Larry， 你有想过不？什么了？听讲妈，你跟小宝伊两个人无安怎？安怎么来？啊！哎，你以为我上去帮你谈判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吗？放心了。来找我干嘛啊？什么东西啊？啊！
不要误会，你不要误会，我跟，我跟他不是，没有，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样子，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样子。你跟他说，你赌他吗？跟他说，你打呀，你上去啊，你打呀你，你不是要赌他吗？你上去。不要再逼我了啦，不要再逼我了。妈，你真的没出息。我真的很可怜了，妈来了，妈你起来，妈来了，你起来，我来跟你和解。捣蛋，你冲啥回？我捣蛋，我捣蛋，叫哪里欺负我？你个老的，哪个你跟我捣蛋？哪来的欺负你？你再派呀你？哪来的欺负？哪里他可怜啊？你妈那个当派嘛？你他妈的还在那给我装好人呐你？笑笑，我他妈我告倒霉了你！他跟我讲说你们。什么培养感情？你够屁了你们！够屁！我还以为你们两个在谈恋爱呢。拍谁了，大师？我这个人哦。敢做敢当啊，是我唔对，你阿妈甲你背死咧，你讲。哎 ，man， 我只是刚才觉得，你比王建武宠我的崇拜者要好太多了。他们对误会是一种热情啊，你看，他们把我现在逼成这个样子，而你对我的误会，虽然是一种仇恨，可是反而好办多了嘛。哎，我还是去当立法委员、政治家要比较轻松一点。艺术实在太麻烦了。好啦好啦，莫咧讲嘛，对吧？看你袂歹啊，跟我有点像咧。安尼讲起来吼，我都唔知去咯，搞搞艺术呢。可以啊。那我们哪天可以再好好合作合作啊？怎么样？哎呀，好好好，哎呀，哎呀啦，雷米去你找你啊啦，伊都唔好我去你无，惊我甲代志误误害啊。你怎啊去你阿公啊？好，讲咱无代志啊。好，阿姨叫啥？雷米。哎，咱后会有期吼，一言为定哦。原定三生。四海同心，一心一德，渤海欢。你这是在干什么嘛？丢人嘛！你什么玩意儿啊你啊啊！那你嫌我丢人是吧？你把嫌我丢人是吧？告诉你，既然我看我不干，我看你一个人干嘛是吧？多少人在等着找我？是，我在你身上投注了多少情感呢？多少情感？哎，既然我是为了你好，阿金嘛，阿金嘛。阿Ken，去啦！阿Ken，国民党啊，民进党，拢嘛安尼讲。
夏薇娜。哦，你骨卡拢碎出来了。开这台车的小姐讲，伊怎么来过咱岛了？啊，可是你高中的同学啦。啊，你来搞遐久啊，你也无通跟我讲一下，你今拢曝光啊，我要喊到遐啦。今天心情真的很不好，这种事情你不要问我好不好？我不问你问谁呀、啊？其实在躲什么？我打了一个晚上行动电话都不开机，怕我找他是不是？我不知道你要找谁呀、啊？你学的跟他一样，天天装的一副乖儿子的样子。你不要因为自己有问题，天天找别人麻烦好不好？你自己不嫌麻烦吗？你把我急死了。反正他们说我会被车子撞死，是我的因果报应。刚才我坐在路桥上面，看着下面的车子，有一种诱人的平静，一种幸福，让我有一种冲动，好想跳下去。接着，我心里涌出一些过去美好、幸福。后，你的脸充满了我的脑海，
你还会回来，找你的电话。你是我活下来唯一的理由，你给了我一个新的希望。我过去的一切都已经死了，是你让我的生命重新诞生。你一定要答应我，嗯，我怎么能答应？我连我自己真正要什么我都不知道，你不是下午才这样说过我的吗？我怎么能答应你呢？因为全世界的人都冤枉了你，只有我，我是唯一能了解你的人。我连我自己都不了解，怎么可能？可是，你是我活下来唯一的、唯一真正的希望啊！只有你才能让我觉得比死更幸福。怎么好像我在见死不救？你的幸福怎么可以叫我来替你负责，替你决定？因为你知道，你关心我。在说什么？不然你为什么回来这里？我回来找我的电话。是吗？那也不一定要今天来啊。你关心我，对不对？不能这样子乱猜。琪琪，你不要走。其他的人一样都这样子乱猜。我没有乱猜。我是怎么样？你是打哪儿冒出来的？怎么没瞧见你呢？怎么样啊？奇怪了，这前面才会撞到人，怎么车后头也会撞上人呢？他刚才就在你的后面啊。在后面也是一样嘛，撞上就是撞上了嘛，怎么车屁股会撞上他呢？不是，是因为你紧急刹车。对呀，只有车子在开的时候才会撞人啊，刹车停车哪会撞人呢？不是啦，是我叫你停车，他从后面撞上来的。开玩笑，他还不是一辆车子，按刹车停车。他怎么能撞上来呢？他说的没有错。哎，老弟啊，其实哪个人不是跟他一样？是 CPC 啊，对每件事情都是有这么一百零一种想法。到底是你赔俺还是俺赔你？你说命带桃花是什么意思？好色嘛？怎么了？要是有人说你贪生怕死，你高不高兴啊？当然不高兴了，那是骂人的啊。你不怕死吗？俺活得好好的，想那么多干啥呢？这就对了嘛，哪个人不贪生怕死，不热爱生命呢？啊，为什么我们不把好色解释成对一切真善美的欣赏跟感激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都跟他一样，对真善美根本没有办法辨识，那我们还怪他干嘛？这么说起来，我们看到的这一切，一定还有更多新的面貌等着我们去发现。当我们每天不断地对真理有新的发现的时候，活着才有意思啊！从一件小小的车祸，到每一棵花草树木，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到处都暗示了我们可以更幸福地活下去的新希望啊！所以去战胜虚伪，其实不是要真的去死，而是要真正诚实地活下去。我实在太笨了，如果说到处都是真理，那那些自以为是至圣先师的人还有什么理由可以继续装模作样？若我们不去规定说真的只有一个，怎么会跑出来这么多假的？就是因为这么真假难分，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对人的猜忌，人跟人的误会，对彼此有这么多不合理的期望。说不定他才是真正的孔子在世啊！神经病啊！可是我们不但没有给他任何机会让他表现他的才华，反而假借孔老夫子那套标准答案，把他规定成这副封闭的样子，让他变得这么盲从，这么空虚，空虚到拿我以前写的那些书当成麻醉品来服用。难怪他会猜疑你的天真跟善良是一种伪装，他就是再有领悟真理的才华也一定会退化的嘛。还来得及，这几本书我一定要重新写过。我写作的浪漫时代早就死了，我的悲剧时代也到此为止，从现在开始就是我的
是我的。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空间。我就住一个地方好不好？反正我跟阿平也不是那么常见面了，我下了班也可以回去找你啊。你为什么干脆搬出来住呢？你不老是跟你妈妈住在一块啊？嗯，玛丽，我们不要想那么远好不好？以后如果没有像今天这样恐慌的时候，这种感情也许就不存在了。我不懂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样子会让我有点害怕，你知道吗？一点安全感也没有。我们都有自己不敢面对的问题，才会天天这么的恐慌无知，把别人害了我们都不知道。太复杂了。我想问你个很简单的问题，你爱不爱我？嗯，爱不爱我？我知道你要我怎么回答你。我要你讲你爱不爱我。我也爱丽人呢，结果反而害了他。我不想害你，更不想骗你。害了你根本不爱我，你跟我讲什么？你们这些男人都是一个样子，跟女人上了床之后就开始找借口、找理由、闪脱。你怎么可以把这种事情说得这么龌龊呢？我们能够互相谅解、互相安慰，这是非常感人的。我相信这绝对不是你第一次跟别的男人发生这种事情。我敢说这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第一次，就算它发生在琪琪的身上，我也不会觉得奇怪。我们哪一个人不是这么的孤单，这么的可怜？可是如果你可以，你可以在这种事情里面找到你所要的爱的话，那这种事情为什么又重复发生在你身上呢？你要我说我爱你很简单，可是你希望每天都被骗吗？受了骗之后再来怀疑别人为什么那么不诚实？你连自己都不能对自己诚实，你怎么要求别人对你诚实呢？你已经损失你最好的朋友了，你还要这样继续逃避下去吗？又是琪琪，除了琪琪之外，我们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谈的。你根本放不下琪琪，你还啰嗦什么呢？还怪我有问题啊？你放得开吗？你没有问题，阿 Kim 不是你的问题吗？我跟阿 Kim 很正常，有什么问题啊？是啊，正常。我跟你上了床就应该永远在一起才算正常。我规规矩矩生活，生活安定才算正常。丽人被我出卖了，完全正常。我爸贪污坐牢，当然是个混蛋。义和团、文化大革命、天安门。一统天下，统统正常。这么早了干嘛？你从来都没有那么早来过公司。你让我一个人在那边想想事情吧。你以后不要这样没事就跑回来，会干扰我的心情，你知不知道？玛丽，我好想你，你一定也很想我。
你实在装得太不像。刚才听见李想的时候，觉得菜会不会是没找我？你后来去哪里了？算了，都过去了，该忘掉的事情就不要再去提它了。嗯，对呀。回家睡觉吧。嗯。我从来都没喜欢过这个工作。我早就知道了。你说这个我们做什么呢？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总比以为自己喜欢什么好一点吧。无啦，四个在找你无？看你的车停在楼卡。刚才我还想去找阿谭，你先回去吧，这事也该解决了。你有看报纸无哈？哦，这大片的嘞，恁这是跟恁做伙的新闻啊，来你看，有啊。你啥无回去？那无话啥？哎，你不同款。我拄好要找你，我代志要来讲。无啦无啦，你先听我讲啦。无你先听我讲，我讲的是重要。你唔捌啦，我系较重要。我讲的是别人。咱解除婚约好不好？你莫安尼啦。你妈嘞，好不好？我知道你也挡袂牢，我袂使不跟你讲啊。你看林姐姐，因阁是自由恋爱结婚的呢，阁不假呢。敢讲你希望咱后摆结婚了后，像伊安尼，逐天要装样子，你受得了吗？我是挡袂牢啊。对啦。不是安尼尔，阁有其他的原因啦。无啦，我恋爱了啦，我袂使甲你骗啊，对无？你妈安尼好无？你妈，你有什么条件，我通通答应你。无甲恁爸讲，拢是我唔对，安尼使无？好无嘛？我只有一个条件。好好，我能答应你。这间公司让给你。啥？这间公司你有利。安尼尔？安尼袂摇诶？真的哦。我拄好想要来许搞搞艺术尔呢，而且哦。那个女孩哦，那是搞艺术的呢。喂，看幺零吗？啊，在哪间医院？好好好，我去找找他看。小明怎么会不在办公室呢？他怎么会辞职？是他同事说的吗？我是他儿子，你告诉我他在哪里可以吧？他现在 ICU， 你先在那里坐着等一下好不好？我已经等很久了，你不能告诉我该去哪里问谁吗？昨天小明到店里来找他，等他出来的时候人不见了，他就怪我，一定是你对他怎么样了，发脾气，明知道自己不能喝酒，拼命的喝，像要跟我作对似的。
小明也真是。你不要难过了，世界上的事情本来都是那样，谁是会变的？告诉你也没用啊，规定就是规定。我们很忙哦。我要看我爸爸怎么样，说不定是最后一面，你们还有什么好规定的？不是自己的爸爸是不是？规定就是规定嘛，怎么你要跟别人不一样啊？你们干嘛？做官啊？你们这套我还不清楚啊，穿一个白服就可以收钱，病人出问题你们还会负责任吗？这跟官僚有什么两样嘛？你到底想要干什么？你要是不满意的话，你可以换别家医院。操你妈逼！你刚说什么意思？干嘛？你不要骂人，你这个样子。我现在只有一个希望，以后我一定要活得更开心，我才不要管人家怎么讲。以前我结婚的时候人家要讲话，离婚的时候人家要讲话，跟他在一起人家更要讲话，我都管人家怎么讲，我还能混到现在？他也活得够本了，他自己心里清楚最要紧，我们还难过什么呢？他的状况现在已经转好了，应该没有问题，待会儿你们可以进去看看他。医生谢谢谢谢。只是想说，我们以后不能在一起，并不是你的错。这也不是你的错。我希望你不会因此觉得我是嫌你不够好。我不会，我知道我真的很好。你这么有自信，我就放心多了。不过你这样子，也许会有更多人怀疑、嫉妒你。只要我不去怀疑别人，就算别人误会了我，至少我还有自己可以相信啊。你知道我辞职不干了。嗯，刚听说的时候有点惊讶，后来想一想也不觉得奇怪。连我们这对被公认的金童玉女都会分开，你辞职又算什么呢？所以啊，我不会像以前那么安定了，也不会给任何人什么安全感。如果每一个人都要给别人要一个安全感，谁还会多一个给别人呢？那你以后怎么打算？还不知道。以前会觉得这样子一定很惨，不过其实还好。反正我跟别人也没有什么两样，只有两只手两只脚，别人会做的事情我为什么做不到？怕什么？又饿不死。你有看过人家饿死在路边吗？哇，好像一下子我们都想了好多事情了。如果我们不吵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这个机会去好好的把每一件事情都想一想。对呀，以前我们讲话好像每次都在吵什么，从来没有像这样轻松过。你到上面去陪你爸爸吧，以后没事还是可以联络啊。可以啊，出来到 Friday 喝杯咖啡什么的。要不要去 Friday 喝杯咖啡？